经过三年的努力，龙潭大池水质完成改善，有了地下化的水质净化设施，加上废水改排，大池的水质明显改善，浊度也下降。不分假日和平日，都吸引游客和附近民众到龙潭大池运动和观光。很重要的就是说，要营造一个地区的一个观光，哦，除了一个有一个非常秀丽的一个景色之外，哦，也要来办理一些活动啊。因此，我们在过去这三年，哦，连续哦有办这个所谓的跨年的这个烟火音乐会。那虽然用很少的一个经费，可是呢，它创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效益啊，因此这样的一种做法非常好。那现在龙潭大池，目前比较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光的环境，哦，光环境的营造，一来是在于照明，二来就是在整个夜间，哦，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宜人的哈啊一种色彩。哦，然后可以达到大家那夜间也有一种缤纷哈，赏心悦目的效果，这个非常的重要哦。那尤其呢，在一些傍晚的时候，有一些民众他运动，哦，走到这个西岸这个地方就显得比较阴暗，哦，所以我们希望桃园市政府在这一块哦能够加紧来对于这个照明哦能够来做改善。那我相信未来，龙潭大池一定可以成为桃园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光亮点。龙潭大池光环境的营造可分成照明和景观两大类型，除了已经进行的吊桥灯光修缮照明及油气环境整理之外，徐玉树议员认为，靠近龙源路和中丰路方向也可以思考设立灯箱类型的照明。整个光环境的一个营造啊，它有几个不同的类型。以高雄运河哈，它的一个例子来讲，就非常的成功。那在龙潭大池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一个照明的灯，那另外就是吊桥的这个霓虹灯哦 ，LED 灯。那再来，其次就是靠近龙源路、中丰路的那一排。哦，那个乔木哦的与乔木之间，它可以做一些类似灯箱的哈一种设施。那不但呢看起来非常的亮，而且在这里面可以陈列一些就是桃园的一些建设跟观光景点哦，在里面来做呈现。龙潭大池整治完成，水上游憩活动也越来越受到游客欢迎。徐玉树议员建议可以参考鹿港模式，引进适合夜间的水上活动。既然水质已经干净了，那水上的一些游憩的哈，这个水上运动哦，或者一些观光的设施，那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比照在鹿港它的夜间龙舟哦的一个活动办理，哦，这样的话呢，可以间接的让周边的这些店家哦，能够因为这大池的整治完成，能够得到一个这个边际效益。在龙潭大池西岸到满月桥之间有步道串联儿童游戏场，每天吸引民众健走运动或是到游戏场游玩。但是早年设置的景观照明设备光源不均匀，影响夜间活动安全，需要重点进行补强和调整。早期龙潭大池呢，西岸这里的运动啊或者观光的人口很少，那所以在当时呢设置的一些灯都是属于比较景观式的。那现在因为这个运动的人口多了，包括我们西岸这条哦，直接通往这个自行车步道，所以它对于这个光的一个需求哦，照明的需求就增加哈。那所以我们希望在一个亮点哦，一个风景区的一个建构啊哈，它是从白天跟晚上都能够达到那种效果。在中兴路市容景观的改造方面，电线电缆地下化的工程也持续推进当中，预计打造中兴路成为示范道路，在年底可以完成。我们在中兴路不但要把这个
分隔岛设置之后，让行人安全，然后呢，把电缆，所有杂乱的电缆地下化，让中心路的天际线重新来呈现，让自来水呢从今以后不会有爆管的问题，这个就是一次性，要痛就是做一次痛，所以在明年，也就是今年啊，的这个11月以前，整个中心路的这个电缆都会地下化完成。在龙潭地区易淹水区域的排水改善方面，经过会勘后分期分阶段进行处理。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民生路的排水箱涵，在抓问题找经费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耐心进行沟通。龙潭呢，在过去几年呢，还是会有一些淹水的区域，那这几年我们持续的一一的去做探勘，去做这个水排水系统的规划设置之后，目前我们剩下大概在三角林这一块，也就是民生路。那民生路目前正在做这个3米5、2米5的大型箱涵，那个箱涵完成之后呢，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份，那整个龙潭的淹水的问题大概95%以上都能够解决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地方政府除了我们要能够支持我们地方碰到的一些困难必须要去改善的这个预算之外，当然我们也要很有心去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龙潭区涉及人口有12万人，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居住品质，也有龙科和多个工业区，满足当地就业的需求。在休憩运动的资源方面，绿山林公园已经完工，而龙潭运动公园旗舰型游戏场域也正在施工，还有已经完成的龙潭综合体育园区，多元的公共建设投资，让龙潭成为更宜居的城市。市议员谢美英关心国宅公社修缮维护问题。中壢区金钟国宅新建至今超过20年，活动中心产权属于住宅发展处，2009年6月点交给管理委员会维护和使用管理。由于管理维护人力不足，经费短缺，年久失修，冷气渗水，地板湿滑，衍生安全问题。来，各位抬头看一下上方我们的天花板，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冷气机的管线由上而下，那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地方曾经因为漏水进行过补墙的工程，但是效果有限，所以沿着整个管线到冷气机的主体到地面，大家看到了整片这个水渍就这么往内部扩散，所以地面湿滑也造成在这里使用中心的朋友们因此滑倒而受伤。所以这一次非常谢谢张善政市长愿意同意另外拨款来整修整建我们的金钟国宅的活动中心，希望整修以后由市府再接手回去管辖，所有的使用者后续再要使用我们这处活动中心都能够爱惜我们里边的设施。中壢地区后站三处国宅的人行道空间，早年设置的路灯大多对着马路，灯距高度过高，加上行道树遮挡光线，造成人行道照明不足，影响通行的安全。宣谢美英召集相关单位会勘后，完成66处高矮灯的照明改善。在国宅社区里边，因为在饭后很多社区的民众会出来走路，我们看到就在这个行人步道上走路散步，可是发现原来的灯具的设计我们看到在后方它是只有照向马路端的光源，没有照向我们人行步道的光源，所以美英就邀请养工处一起来进行会勘，那也非常谢谢养工处非常有效率，马上着手进行改善，将我们内壢后站三大国宅金钟、陆光、自立，我们所有的路灯全部改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高矮灯，高矮灯高速照明马路，让所有的开车骑车的朋友有好的光源，那么在矮灯的部分则是
照明在我们行人徒步的区块，我们的人行徒步区。在大众运输服务方面，公车是年长者和学生族重要的交通工具。谢美英议员指出，市政府陆续增设电子式候车亭，方便使用者掌握车辆动态。但新旧候车亭转换的期间，却出现设备更新的落差，让等车民众错乱。好，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座公车站牌，也凸显出我们公务单位在做一些设计的时候没有同步到位。最原始最初我们的电子候车亭建制完成，看到在前方，但是旧的原来的公车站牌也没有移除，而且本来连地面上的公车专用还放在这个区段那边，货物卸货专用，结果两个车格并成，也造成民众混乱。我到底要在这个地方等公车，还是要到电子候车亭等候公车？这个就是公务单位普遍存在任何的设计作为没有一次到位。那经过美英在议会反映质询提出之后，马上把车格上面的公车专用做了更新，可是我们看到了原始的旧的站牌还是矗立在原处。在候车亭内的路线告示和说明也没有以使用者为导向，设置位置太高，让搭乘民众看不清楚路线内容。看到了上面的路线跟站牌的告示说明板，它的位置设计的太高了，所以有民众直接用签字笔在那边问，为什么要放这么高，你底下还有这么多空格，为什么不把它给放下来呢？目前有三条路线，也许未来会再增加，再增加我们再做调整就可以了。现阶段使用者很多的长者，也许他的高度会稍微再矮一点点，变成他要这样仰着脖子看，确实不够贴心。在公共安全方面，配合台铁地下化工程，沿线跨越铁路的路桥和平交道最终会走入历史。在拆除之前的过渡时期，却出现水泥块掉落砸伤机车骑士的意外。虽然采取临时性的补强方案，但是不是有安全隐患，需要定期进行安全体检和修缮。这一座中原路桥是中山东路二段三段到龙岗市校甚至八德地区的朋友要往返进入中立市区最便捷最主要使用的一条道路，必须要跨越中原路桥才能够进入市区。可是我们这座中原路桥之前就一直有传出安全上的疑虑的问题，譬如说我们开车行驶在路桥上，路桥会摇晃。那日前在去年的时候，也有中原大学的学生骑机车行经路桥下，结果被崩落的石块给砸伤，人车都倒地。那我们看到了中原路桥成了一座补丁路桥，因为随着铁路地下化，未来我们桃园市境内有五座路桥都会拆除，其中一座就是中原路桥，所以现在的进行方式就是做安全结构的补强，或是我们看到的用补丁的方式哦，一块一块非常多，到前面还有用铁板把它给焊上去的。那在这里我希望透过路桥的安全，我们来体检我们桃园市所有公共建筑物的安全问题。台铁地下化后，桃园共有五座跨铁路的路桥要拆除，在过渡时期市政府固定进行巡检，目前中原路桥的安全无虞。石原县美英要求市政府增加巡检的次数，如果有水泥剥落等疑虑，要立刻进场修缮补强，以免伤及汽机车驾驶和经过的行人。永安渔港是新屋区观光热点，114号道路是进入渔港的主要道路，假日人潮和车流涌入，经常造成塞车问题。而这里也是公车最后一站停靠的地方，公车在这里停靠之后，需要倒车回转，衍生安全问题。
永安渔港现在是整个我们北台湾的后花园，所以它假日的车流量其实相当大的哦。那这也是一个公车站的最后一站。那以往公车来到这边以后，它没有办法有一个空间让它回转，所以公车那么大的车辆在这边做倒车的动作，其实是往往都是险象环生的哦。养工处规划调整广场的大小，新设分流圆环，让公车可以安全停靠，不需要再倒车回转。广场空间调整以后，也能设立公车停靠区，保障民众候车和进入渔港的安全。我们的搭公车来的一些民众，他如果有需要下车的时候，可能需要过马路才能进到我们的海港这个广场里面。那我们会在新设好的广场设置一个候车亭，那让民众可以直接在候车亭就直接下车，直接步入，通过我们的一些广场或是人行道，直接进入我们的观光鱼市来做一些使用。假日和大型活动期间，永安渔港周边道路交通拥塞，需要警察局、远警和义交排班进驻进行疏导和调控。宣城瑞生希望圆环完成后，减轻警力负担，也改善交通秩序。那还有假日呢，大家知道假日这边大打劫，很多我们辛苦的义交弟兄都要在这边指挥，那我们派出所同仁要在前一个路口调控红绿灯哦，让整个车流顺畅。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圆环改善以后，让整个假日的动线能够都顺畅，能够交通不打劫。分流圆环新设工程是新屋海客文化景观意向道路改善计划的一部分，总经费3.5亿元，中央和地方各负担一半。计划范围包括市道114线与3条支线道路和永安渔港前广场等路口。施工内容为路面孔盖调降、调平、电缆地下化、路口人行安全改善等，并导入绿色循环经济，大量采购再生材料铺筑道路及人行道。那借由这次的圆环改善，我们其实有其他的工程也要同时进行，包含我们的114线，那是整个新屋的命脉主干道嘛，还有我们的东福路跟东新路跟民友路，整个串联到15线、台15线，这整个圆环的部分，这次的马路都要一并的来做提升跟改造。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次的114线，它非常的特别，它是用100%的再生的原物料，那也是全国第一条用100%的再生原物料的公共工程。从114线道路通往绿色隧道方向，有一座观海桥，桥面只有5米宽，往来的车辆会车困难，经常卡在桥上，进退不得。宣城瑞生建议市政府进行桥面拓宽。观海桥的拓宽哦，一直都是我们地方非常关心的重点，因为现在的5米会车哦，我想是非常的困难。每到假日哦，观海桥的打劫，大家都可以看得，大家都可以看到。那最重要的呢，观海桥也是进到我们绿色隧道非常重要的一个必经之路。5米的车道的会车，大家都处于静止状态，希望把它拓宽成6米后，大家能够顺利的会车。那最终呢，当然还是希望观海桥能够变成双向，盖2座桥，一座进，一座出。那当然，目前呢还有用地取得的问题。那我们先就借由现有的观海桥的扩宽来解决我们交通的燃眉之急。新屋国小建校已经120周年，民国前7年设校，是新屋地区第一所学校。学校在历届校长和教学团队努力下，校务蓬勃发展，学生人数相当稳定。网球场长期日晒雨淋，龟裂破损，经过修缮后，学生使用时更安全。网球这项运动在新屋国小算是非常有历史、非常有传统的。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有4个网球场，那以前呢其实是有5个网球场哦。那这个以全桃园的各级学校来讲，这算是非常特别的。那这个好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的民间啊，不管是校友毕业以后打网球的比例也都还很高。所以呢，因为一个网球场年久失修了哈，之前都很严重的龟裂了，那我们这次特地的利用我们的一元配合款，把它
把它修做一个修缮。学校的活动中心天花板和墙面原本已经老旧斑驳，经过修缮之后焕然一新，让学生可以在遮风遮雨的空间里活动。虽然说那个活动中心有点年代，但是它其实整个结构都还非常好。我们只是内部的加以修缮拉皮啊，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活动中心。那室内呢，有室内的，包含我们的羽毛球，它就是很受空间的影响，它需要有室内能够不会受到风的影响。那一个场地呢，也是。不管是很多室内的集会啊，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场地。新屋国小这学期加入双语课程亮点学校计划，有一名外师到学校进行双语课程，融入生活互动的课程设计，让学生不再害怕跟外国人互动。因为他上课的时候他就有动物发出声音，我们上次上的时候他就是教我们动物，然后他就有一个触屏，然后这样子按，然后给我们听声音，然后他还教我们一次怎么念，然后我们再念一次，然后他就会就是夸奖我们，所以我觉得很喜欢。在提升医疗资源方面，陈瑞生议员指出，六都只有桃园市没有市立医院，他建议卫生福利部桃园医院升格医学中心，提供医护人员的健保给付。另外，新屋分院扩建增加急性一般病床，解决偏远地区和观光等紧急医疗的需求。市府推动旗舰型共融式公园计划，各行政区至少一座。杨梅区旗舰型共融式公园基地规划在四维公园，总面积3.1公顷。四维儿童公园游戏场景观改善工程去年5月已经动工，根据眷村生活的概念，打造全龄的共融式亲子乐园。我想这个补新这个四维公园就是所谓的旗舰公园啊，过去早期的时候是我们补新营区，后来就是因为没有使用的需求就荒废在这里。那在106年左右主方那时候就特别跟我们郑文灿市长请托哈，希望把这个闲置的营区能够活用啊。当然市长也非常积极的哈，跟我们中央跟国防部取得代管的资格之后，所以我们逐步来规划。那现在看得到我们已经在动工了哈。那期许在今年中呢，可以那个全程来规划使用。那这个旗舰公园，因为过去是有8个眷村在周遭，所以这一次的规划也是以眷村生活的概念哈，一个家的概念，符合我们全龄哈全龄的一个亲子乐园。那刚好我想这个共融式的旗舰公园哈，我们是希望能够让老人小孩跟身障朋友都可以一起在这边同乐。市议员郑淑芳指出，四维公园还有一座复合式的四维社福馆，地上3层，总楼地板面积约640平，一楼设置市民活动中心暨老人文康中心，二楼规划公托中心及身障福利设施，3楼是亲子馆。工程期间受到疫情缺工缺料影响，延后完工，目前大致完成验收，预计在近期内可以开放使用。据我所知哈，因为这个工程其实因为过去2年疫情的关系缺工缺料哈，真的是有耽搁到一些时间。那我们现在已经所有的一些检查啊验收都通过了，差一个消防安检还没过关。那我们期程应该是预计落在今年的3月份，好就可以正式的进驻跟启用。那我们希望未来也是，不光老人文康中心，或者是妇女，或者是公托，还有一些身障朋友以及我们里办公室跟社区发展协会都可以同时进驻，让这个地方的活动空间能够多元化来使用。杨梅区生活机能完善，除了工商业之外，休闲运动的空间也很重要。这一处瑞塘里社区型的篮球场，地面平整，设施完善，但过去这里其实地面落差，经常有车辆或是行人因为地面落差而发生危险。体育局投入400万经费进行整建，改善落差后，成为附近民众就近打篮球和踢足球的场地。
平整的空间也让带孩子来运动的家长更放心。哎，这个是瑞塘里的一个社区型的篮球场哈，那过去就有，但是因为之前呢，很可惜它因为地面的关系，还有一个高低落差，所以我们看得到过去的篮球场那一块是比较低的。好，那当然之前我们社区是提供疫苗施打，所以这边也刚好提供停车场，结果进来的车辆很多都掉下去了哈，可以看得到很危险。那加上打球的孩子有时候没有注意到也会绊倒，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淑芳就特别请托我们桃园市的体育局，好提供大概400多万的经费，把这整个地表通通拉平，然后再重新把篮球场的设施还有这些体能设施哈重新来建置，希望能够提供社区一个更好的活动空间。社子溪是杨梅新屋最重要的溪流，水务局争取前瞻计划整治社子溪。目前已经完成爱鹤桥下游到老饭店桥右岸新建护岸及防汛道路工程，接下来施工的是月眉桥方向。市院郑淑芳希望社子溪清水步道和自行车道可以往新屋方向开辟。社子溪是我们杨梅到新屋的一条很重要的流域。那在大概11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老饭店到爱河桥这一段呢，已经整治完毕，同时也把这个连外的替代道路人车分道已经建置完了。那未来呢，我们在爱河桥到那个月眉桥哈这一段在施工当中，我们预计在今年能够完工哈。那完工之后，可能可以变成我们上田里到我们杨梅市区的另外一条捷径。那加上我们这样河川整治，可以防止我们每一年呢台风或者是水患的时候，整个河川的水都溢流到外面，让我们这些良田都受到很大的灾害。那当然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的话，可以从社子溪的左岸哈能够开辟，因为希望也市政府来评估看看哈，因为左岸据我们所知很多都是公有地，大部分都公有地，如果可行的话，我们更希望能够在社子溪的左岸设置一个自行车步道，串联从新屋永安渔港到我们杨梅这里的一个另外一个观光的资产跟亮点。那我们也看得到这一条社子溪我们是蛮保留生态工法的，看得到是多层次的堆叠的方式，因为这里很多的鸟类、鱼类、水草哈，都是我们很自然的珍贵的资源。瑞园里里长黄定宏说，爱鹤桥一带生态丰富，在右岸整治完成之后，希望市政府能在左岸新建清水步道。希望说未来能把左岸除了防洪的功能呈现出来之后，也能兼具到这个绿美化的部分，把绿美化的部分提供我们这个瑞园跟上田里的里面啊，能够有一个休闲休憩的地方，而且可以用生态的功法，让我们这个爱鹤园的原来的名字的这个白鹭是很多的地方能展现出来，让它能再继续在这个地方啊能那个生存啊，也给我们有一个生态的一个教学的这个地方啊，给介绍给我们的这个子弟们。郑淑芳议员指出，社子溪目前的清水步道缺乏遮荫，受到桥墩影响缺乏连贯性，希望接下来能增设一些跨桥，让左岸右岸未来可以串联在一起，提高观光价值，也让游憩运动的民众通行更安全。金龙贺新岁，迎春招好运，祝福大家新年新气象，好运旺旺来。展望新年，桃园建设起飞，三铁共过指日可待，预算成长，福利升级。新的一年，桃园市议会祝福大家新年福龙送吉祥，金龙进家福满堂，让我们守护桃园，建设桃园，共创美好大桃园。